别用你碰过别的女人的脏手来碰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他害死了大哥？启程啊，我听说你最近在外面养小三呢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说谁小三？你不是继承养的外面的情人吗？情人不就是小三？等我把这个消息捅给媒体，再大肆宣传一番，莫氏股价肯定受影响，你在董事会的位置可就不保喽。莫文礼，这个私生子一心觊觎莫家的家产，只要我这个老婆子还有一口气在，他就休想得逞。谁让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进来的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起吧，唐小姐。啊，启程哥！小柔，启程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能忍？这事儿确实是启程的不是，万一小柔被莫文礼利用了……谁说我和莫启程感情不好了？你说什么？多谢叔叔关心，我们夫妻感情好得很。我们夫妻关系好得很。这个莫继承搞什么鬼？当然，哼，等回去再收拾你。小柔啊，你别勉强自己，是不是继承逼你这么说的？我们夫妻恩爱，叔叔应该高兴才对吧？还是说你有什么所图？这怎么会呢？请叔叔谨记自己的本分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听清楚了没？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还好小柔是大体，不愧是我的好孙媳妇儿。莫启程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走这么快做什么？跪榴莲还是搓衣板，你选一个吧。什么？你做了错事，难道不该受惩罚吗？所以刚才在奶奶家，你只是在演戏。不然呢？莫继承，拜托你搞清楚，我可不是什么打落牙往肚子里咽的大肚正宫。小心！他明明在冲我发脾气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他这么可爱？不要用你吻过汤克星的唇来吻我。我很抱歉，那晚我喝醉了，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酒店床上，身边睡着可心。所以你们这些天一直在双宿双栖是吗？没有，这些天我一直很后悔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才没回家，我一直都住在公司里。这样也好，我们离婚正好成全了你和唐可心。不，别碰我，我嫌脏。曾几何时，我竟然成了被嫌弃的那一个。太太，有人找您。